桃园新开幕的水族馆 X Park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，比如我现在在普通的咖啡厅哦，我们往后看，企鹅会游下来陪民众喝咖啡、吃美食，是不是相当的可爱呢？企鹅圆滚滚的模样超讨喜，漂浮在水面跟民众大玩自拍，有的走路摇摇摆摆，还有企鹅干脆躺在冰上纳凉，成为水族馆超人气明星。最期待企鹅，为什么？因为平常不常看到。X Park の最大の魅力です。それは圧倒的没入感です。最先端テクノロジーで、を駆使して再現したリアルパラレルアクアリウムです。未开幕先轰动，线上抢不到入馆票没关系，现在就带你抢先看4500平的 X Park 水族馆。8公尺深的水槽，模拟台湾海洋世界生态，鲨鱼、红鱼、热带鱼还会一起做表演。肥嘟嘟的海豹也是这边的明星之一，看到他们游泳的模样，民众忍不住露出开心笑容。逼真的雷声让人瞬移到雨林之中，还有两只浣熊恭候大家一睹他们可爱模样。号称全球首座连接人类与企鹅的空间，有国王企鹅与麦哲伦企鹅自由移动，近距离观赏。依照春夏秋冬变换光色的水母区，就像走进万花筒一样神奇。特别的镜面空间设计，成为民众最佳的打卡自拍点。另外还有180度环境珊瑚生态区，像漫步海底世界。虚实互动区利用高科技技术，打造寓教于乐的空间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一段可爱动物表演过过瘾。开幕初期要线上订票，才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些疗愈的海洋动物哦。